Time to go. Come on. Ninja. Time to go. Ninja. Time to go. Ninja. Time to go. Come on, Ninja. Come on, Ninja. Come on, Ninja. Come on. Let's go. Ninja, come on, time to go. Time to go, come on. No, time to go. Time to go. Ninja, what is up with you?大部分长辈对于抱孙子这件事儿都有着同样的态度，着急。市民周先生他爸就是这样，而且呢，周先生的父亲表达自己想抱孙子的方式很奇特。每次周先生回家，他爸就打开电视里播放的那个葫芦娃啊，每当葫芦娃叫爷爷爷爷的时候，他爸就笑眯眯的回答：“哎哎，乖孙子。”这个是要把人逼疯了吗？啊，你们说？现在的年轻人这工作压力挺大的，当爸妈的就别逼得太紧了呢，适当的给他们一些空间，让他们放松一下很有必要。在我看来呀，敷面膜就是一个很好的放松方式哦。图你一乐。女人爱美，这再正常不过了。只是姑娘，你天天在家敷的这是什么面膜呀？我看着都有点饿了。烧饼面膜谁敷谁知道。女儿去同学家参加了化妆舞会，我相信脸上漂亮的蝴蝶能给你加分，能让你成为整场的公主。出门之前还开开心心的，回家之后就垂头丧气。孩子，妆花了可不能全怪我啊。舞会化妆是不靠谱的，像我这样直接换一套服装，从头套到尾，根本就不怕出任何问题。室友，该起床了。虽然我们是相亲相爱的室友，但我发誓，你再这样吓我，我就跟你翻脸。出去参加派对什么的，一定要展现出自己的实力。你看我大金链子一戴，未必还看不出我是个人物。